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今天的破空与自孤呢，我们来看一盘这个在劣势下啊怎么样翻盘的这个一局棋啊。这局棋是第19届三星杯半决赛啊三番棋第一局，唐伟新执黑对阵朴廷桓的对局啊，朴廷桓对局。那么由于在左上啊，当这个开局呢，这个黑棋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啊，重大的失误。那么现在局面可以说呢是白棋啊明显优势啊优势。白棋棋比较厚，两个大角失控也比较多。黑棋来说呢，这个中间这块棋啊还没有完全活。严格来说还是一块孤棋，但是现在单纯的去补啊，就是把这中间补一补，这个是没有时间啊。这个白棋再随便走一走啊，这个什么棋都没有的话，这个时空也大差。所以黑棋必须顽强的啊，来在这个白棋角上破空，来做些文章。那么这个文章呢，哎，最终的就是。点三三啊，这个是我们常用的这个破空的手段啊，这种手段。现在白棋这个外围啊，还呢就是说呢，不是太厚啊，不是太厚啊。这个要强杀黑棋呢，还是有点不太敢啊，更何况这个是这个，哎。白棋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呢，白棋呢就是说他不会，如果挡的话，那么这样去杀呢，这个风险还是稍微有点大，有点大。这个一拐出来啊，这个地方味道还是不太干净，因为这个纸啊还可以藏。哎，这样呢白棋呢没必要呢去冒这个风险，特别在优势的情况下啊，人在优势的情况下呢，一般呢都会说有点保守啊，保守。朴廷桓呢同样啊觉得优势很大，那么选择了呢这个保守的下法啊，就挡住啊，给你出点小棋。那么这时候呢，当然这个黑棋呢也不能着急啊，如果着急去爬的话，这个时候啊白棋呢他一。就算顶住跟你打劫呢也没什么关系，一般的互打劫，或者说呢白棋他就先不走，先直接在中间来攻击你，这块棋你这块棋就变得很苦了，是吧啊，而且他这个一看看，大家看看这个，哎，这里的木啊又一下子会膨胀起来，这个黑棋啊还不足以争胜负。哎，那么谭伟新这个我们俗称这个棋盘不好搅啊，这个后半盘有他独到之处啊，这个现在呢，哎，他先正在这，这里呢留下点余味，赶紧呢来处理这个中央的孤棋啊，这个呢当然也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手法啊，常用的手法，就在这个子死掉之前，哎，把这个这里角先交换一下，如果死掉了，那白棋肯定就会像刚才那样的去强杀你啊，去强杀你。这个时候呢，哎，白棋飞啊，比较稳。白棋现在呢也是，哎，干脆把这个大角能守住的话，还是这个优势。那么现在要处理中间，当然是比较容易啊。那么就简单来说呢，就靠一个退一个。但是这样都被白棋啊全走后以后呢，脚上能不能有棋啊另谈，而且呢这个地方呢白棋啊就是围的比较饱满，黑棋呢觉得这样呢还是不足以争胜负啊，就光这样自估是不足以争胜负的，所以呢这时候唐伟新下的更积极，小尖小尖。
这个啊，就完全是有时候啊，这下棋也讲究心理战啊，就明知道对方优势，哎，你这个呢说稍微过分一点呢，对方一看，哎，优势情况下呢，也就算了，不追究你了。在这里呢，唐伟新在处理这个中间，把中间孤棋走强的时候啊，这个哎，充分利用了朴廷桓的这个心理。朴廷桓呢，基本上呢，也呢就是说呢，哎，没有多想，没有多想啊，就冲了这个。那么黑棋现在在搬，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时候呢，哎，你呢就显然是不能连搬这个了啊。刚才是可以连搬的，那么现在呢就只能退，黑棋再一贴啊。由于这里呢还存在有一个挖的味道啊，这以后一搬起来不好办，所以白棋呢干脆呢又补了一手，白棋就补一个。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棋啊，就是说，黑棋在中间，这个处理交换呢，就明显的便宜了啊，明显便宜。这个棋呢，哎，至少中间这一块不但处理好了啊，而且呢，这个地方隐隐约约还能成点目啊。同时，这个把这个白棋这里的潜力呢，也压缩了不少啊。可以说，这个黑棋啊，已经成功了不少。这样自估呢，这个黑棋是完全可以满意。但是其实严格说起来啊，就是说呢，这个黑棋尖呢肯定是尖不到的啊，其实是这个是尖不到的啊。这个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啊，这个朴廷桓呢就是肯定会呢跳啊，相等或者如果白棋劣势的话呢就不用想了啊，那么肯定会跳，你没法硬啊。如果你硬的话，那么我再冲啊，再冲。哎，那么你如果粘上，这个对白棋死活没有任何的影响，黑棋就算在一飞或者是坚实的，白棋就算坚实的一小尖，这个两块孤棋几乎就是说已经是必死一块啊，这个必死一块。说实话，如果这种棋啊换作是攻杀型的，像什么李世石啊，像韩国的这个李世石或者是崔泽汉这种啊，那肯定这一下呢是欺负不着了。但是朴廷桓呢是个好脾气啊，这个而且是觉得他够了，所以呢也就被黑棋便宜了。这个时机啊，这个掌握的确实很好啊，先在里面试一下，哎，再在外面试一下，这样呢，哎，把差距呢逐渐的缩小。这里唐伟新这里呢处理的很好啊，处理的很好。好，等虎了以后，然后又开始飞啊，这个棋盘不好搅，真是还是有点讨厌的啊。这个时候再来搅上，这个时候呢搞得这个朴廷桓又有点这个不舒服了啊，不舒服。这个时候外面呢已经做了退让是吧，里面呢再做退让的话呢，是不是老这么退让，这个优势到底还怎么样啊？这个棋就是说呢，还是这个朴廷桓心里面啊就产生了动摇。其实在这个时候包括后面啊，白棋啊还是呢有这个机会。其实这个时候干脆啊，既然退让了完全求稳了，那么干脆呢就退让一点算了，这个就给你一点。你虽然有了啊，这度过啊，你也得马上度过啊，你不度过的话呢被我一拐就吃掉了。那么呢你度过的话呢，那我就算了啊，我就冲，你得冲一下啊，你得冲一下，我就挡住啊，你搬是吧，度过，这以后还有个利，当然很大，我就全忍了，就全忍了算。这个呢，其实呢还是呢白棋啊明显优势啊，就当做这个地方本来有棋呢，我这里忍了，这个当做正常，只是这里稍微呢亏了一点，本来应该是帮助的啊，但是这点亏损呢就是说呢，这个
还是亏得起的啊，优势的时候还是亏得起，这样呢干脆一忍到底，这样还是呢白棋啊明显优势，黑棋要想逆转呢还得比较费劲的啊。好，那么黑棋这一飞啊，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啊非常好的心理战啊，完全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理战。那么这一飞以后啊，白棋怎么办？给呢朴廷桓呢出了一个难题，结果呢这个朴廷桓面对这个唐伟新啊给他出的这个难题呢，终于呢还是没有忍住啊，冲动了一下呢，采取了这个反击的这个招法，结果呢他还是挡在这啊，想来杀这个黑棋，没有采取刚才呢一忍到底的这个方法。那么这一下啊，这个唐伟现在就来劲了，继续贴。这个时候呢，或许啊，这个白棋立啊，黑棋挡住。这时候或许来说啊，白棋还有这个回头的机会啊，回头的机会就是呢，这个棋干脆呢，挤在这里算，挤在这里算，挤在这里呢，就形成一个打劫杀，打劫杀啊。立走一个打劫杀算了，白棋呢整体还是比较厚啊，就是劫材呢应该也不太怕啊，比如说像这里顶啊断啊啊等等，这个上面啊这个劫材呢还是也好像是有利的啊，这个不怕黑棋。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白棋啊就是说还能啊应该是还是保持优势的啊，但是这个优势呢不像刚才呢那么大啊那么大。而在这里啊，朴廷桓由于这个情绪的摇摆啊，这个是他的决定呢又突然间呢又狠下杀手。当然就局部而言啊，白棋的这个杀法是可以值得我们啊学习一下啊，这个就是说就局部死活而言，朴廷桓呢是完全正确的，也没有错。就是说，搬一下，点啊，这个有点像我们俗称的什么“大猪嘴搬点杀”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哎，这个搬点杀呢也是完全正确的啊，也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手法啊，值得我们学习。这对此呢，这些手段可以说是朴廷桓是滚瓜烂熟啊，这个他的这个死活题啊做的是非常好啊，这个死活书是从不离手，特别用功的一位棋手。那么黑棋呢当然要团啊，然后白棋这个点，黑棋挡，白棋虎这个啊，形成呢局部形成一个扳五死棋啊，这个是比较标准的一个进杀，比较标准的一个进杀啊，这个是就这个局部来说啊，这个黑棋呢是进死了，但是很显然这个外围啊稍微呢这个有些看不清了啊，这个味道啊就是说明显比较坏啊，明显比较坏。这个白棋啊刚才啊其实有更好的机会来反击啊，选择了温柔的下法，到了这个地方呢突然呢又变得这个非常的凶悍来杀这个黑棋，这个反而呢就从这开始啊把自己送上了这个不归路啊，送上了不归路啊。如果说这盘棋自孤的话，那么是黑棋在这个地方
利用这个时机啊，次序啊，先里后外的这个次序啊，掌握的比较好的话呢，那么如果反过来说呢，朴廷桓这盘棋的失败，主要呢还是失败在这个心理上面啊，就是没有掌握好，哎呀，一会儿又说，一会儿又冲动啊，这个摇摇摆摆啊，这个呢就是说他失败的最大的根源。好，那么现在啊，这个黑棋在这白棋里面怎么破空啊？这个味道呢就来了。那么啊，这个怎么样出棋？那我们来看看。现在黑棋搬啊，注意里面虽然是死了，但是啊，这个黑棋的气很长啊，我们刚才说的是板五死了啊，这个黑棋的气呢确实是很长。那么白棋弯，黑棋先粘上，那么白棋呢尖阻，在这里面呢暂时是活不出来啊，但是黑棋啊可以想办法呢把白棋外面给断开，一旦形成杀气呢，这个气啊是特别的长啊。那么黑棋现在下尖，白棋挡，看似这个必然的一招，就是说呢可能这个时候啊是白棋最后的败招啊，但凭感觉都是在这里啊，这个时候白棋呢就是说呢应该是团在这里，团个方式，形状是难看，气呢也自己赚了气，但是呢这个它呢要确保一个什么呢，确保当黑棋挤了以后是吧，这个地方呢要留个打吃，要留个打吃，那么这样呢才能保证自己这块棋的这个安全。黑棋呢可能也现在呢只能先挖是吧，那么白棋呢这样呢在打吃了以后呢，暂时黑棋啊还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手段啊，因为这个挤了以后呢白棋这个地方还有活路，当然这个呢是非常复杂啊，从这个一下子呢也就是说完全从清楚呢不容易，但事后来看呢这个确实团一个啊，白棋还有还是呢可能是还行的，但这个挡了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个挡了以后啊，当然凭感觉来说一般都是挡这个啊，挡这个，那么这样就给了这个黑棋啊逆转的机会，到了这时候啊，这个唐维新就不会放过了啊，黑棋这个在这里在这个白棋空中啊就是说来搅啊，这个终于呢获得了成功啊，这个破空呢今天终于是这个说非常的爽了。那么接下来黑棋挖，白棋叫吃啊，白棋叫吃，黑棋粘上，白棋粘啊，黑棋走这个，那么白棋粘，黑棋断，黑棋断啊，这样呢黑棋终于呢成功的把白棋啊给分断，给分断了啊。那么这块棋呢白棋当然气还是很长啊，虽然里面是板五，但白棋的气呢也很长，那么白棋呢就干脆呢来杀你。那么这时候我们或许能看出这个的区别啊，这个的区别，要是这样的话呢这个情况呢就会不一样，白棋这里有叫吃的手段啊，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两个子呢可能暂时呢白棋已经是不敢要啊，就不要了。那么现在呢白棋继续在里面叫吃啊，叫吃开始得收气了，即使啊这个朴廷桓全部计算准确收气吃这个
黑棋，那被黑棋这个全部包紧的话呢，也是吃亏的。因为知道刀板五里面至少得收七八棋啊，还不算外面的棋，是吧？那与其当还不如当初呢，就走个打劫杀算了。这个意识软弱，意识又特别强硬啊，这个就是说心态呢，就是说有点失衡。而唐伟新呢，在这方面啊，显然呢，今天这盘棋啊，就是说呢，在心理战方面啊，获得了这个很大的成功。那么打吃完以后啊，白棋挡住收气是吧？想呢，争取别做成板五是吧？因为做成板五这个气收起来太累了，他想做成有眼，哎，这那你吃不进来，有眼杀虾。不过呢，很可惜呢，这个不成立。那么黑棋搬，白棋粘上，那么黑棋呢粘，这个地方呢，我总是能吃得进去，总是能吃。对啊，这个必须吃进去，让你做这个板五，我就是一个哎大眼了，是吧？这样呢，这个白棋啊，一看呢，也真的就是说没有办法啊，没办法，只能啊，你看那就按部就班啊，老老实实的收气吧，是吧？白棋先断两下啊，这个也是小的手筋，但是只是呢，获取一点点小的便宜，这个意义不大啊，因为这个就防止呢，就黑棋说白了啊，就是防止说这个你别打在这里啊，被咱们这个变成先手，万一活了，就吃在这里呢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它立。然后黑棋就挡住，也没什么大用啊。也没什么大，可能赔了一目棋的小关子，但是这一气来说呢没有帮助。那么白棋呢只有粘上啊，有这个粘是长期要点，不然这个地方被一挖呢，这个气就短多了啊。那么粘上对吧，这个这地方初初一看呢，就是大致上是哎，黑棋紧住白棋粘，黑棋走白棋粘，是吧？这个就算成这样啊，对的。那白棋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黑棋现在先打一下啊，这个劫肯定是不用打了，十一气。那么正常的话呢，白棋这里是，黑棋是一二三，是吧？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那也是十一，一二。十一啊，这个是不对，这个我们数数啊，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一二三啊，这个是要提一下，三四五，第六期在这，第七期八九啊，这个是差两期，啊，这个要差两期，正常的话呢差两期，当然即使这样呢，收了黑棋也不亏，不过白棋如果是正常走的话呢，这个就是说是白棋十一气，黑棋九气啊，该黑棋收，等于就是说差一气嘛，差一气。但是呢，如果以为这样呢，完了那就错了。这时候呢，因为黑棋还有让白棋绝望的一手啊，这个本来想想吃了就算了，毕竟我还是把你吃了，是吧？但是当唐伟新这一小尖一出来，这个顿时呢，就是说是绝望。这个棋啊，你已经不能退，因为退的话呢，黑棋可以小尖这个，你得团吧。那这个样呢，这里就无形中呢就多出一棋起来。本来我刚才算的是一二三，是吧？三就算提到了，现在呢一二三打劫了，打劫了肯定当然是不行了，是吧？而且这个劫是一打起来有可能就是天下大劫啊，你提这个往里面提再提回来，你也不能一二三四啊，多收一口气，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是不行的。所以说呢，白棋还得紧住这口气，
但是紧住这口气的时候，黑棋这时候再一打，完了，白棋不能要了。就是说呢，你现在再粘呢，那我就可以挤啊，也可以挤。这样呢，可以挤啊。你力不行，我一打吃一粘死了。那你打这个呢也不行，这个你总不能跟黑棋去打劫啊，打劫的话这种题都是劫材啊，这劫材也很多了。所以呢也不能打劫，那么就只有呢这一打一看，看什么不敢粘了，那只能呢赶紧收这个气啊，还得小心他以后再唬了跟你啊，做赖皮劫的可能性。那么黑棋赶快团一下，团一下呢，这个稍微呢气好一点点啊，然后再一提，这个一粘，小心跟这块棋摆起来的，等于说黑棋啊，又在这个外面，这个先手啊拔了两个，这两个一拔又是这个收获巨大啊。那么你里面虽然啊多紧了我一口气，但是这个呢，关系不大啊，关系不大。就说，黑棋这一尖还是先手啊，他这个先手便宜还是存在的，是吧？你只有粘上，不然被我这一扑，那这个气就短多了啊！再一扑，这个粘上，然后黑棋再靠一下，啊，这个有点打将的味道。最后呢，补一个，上面这个补当然是没有关系了啊。我们看这个结果，就是说，如果遥想当初点角飞的时候啊，这个机会全是白棋的空的话，那么这个结果可以说是黑棋做梦也想不到也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中间先被拔两个，已经不说厚薄，光目数是十目棋以上的收入啊，这个一加上厚薄一来一去那就更多了啊，加上这边的这个手段，而这个里面啊以后等于还是这个样子，我提了你总是啊要点进来啊，就你打吃把我提掉，这里是三六目七目八目九目十目十一啊，这个地方能吃掉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六颗子我得吃掉你十二个，三十二目棋啊，我得吃先吃五个，再吃四个，再吃三个，我还吃掉你十二个，还二十目棋。三十目棋啊，也就是三十目棋，等于说最后说到这里面就剩了三十目棋，这块棋外面被他拔了两个，外面这里呢以后还全要收起，这个是呢实在是真的是黑棋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好事情啊，好事情。那么飞到上面这个以后呢，这个棋啊就是说呢，黑棋终于大逆转获得了这个胜利，而朴廷桓在这一代的表现实在是，让人就是说感觉到就是说如同梦游啊，如同梦游。那么这个失利的原因啊，不能说是唐伟新下的有多好啊，破空破的有多巧妙，只是呢心理战打的比较好，而白棋呢这个患得患失的这个心理啊，是导致这盘棋呢失败的最大的关键。好的，今天的这个棋局呢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